回转，这就不行了，哇，基本上敢三红，三百转，三百转多紧啊！哎，你要这么讲，我说你这个，我说轻微，太低了，太难弄了，这不行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三百六了，我来了，你这过来，哎，谢谢，不走了，哎，不走了，兄弟，现在三百，现在三百。你这边拢无人，阿拢都这样在创啥货？侬主要后边在创啊？快！嗯。有点紧张了。今天白夜这边，今天的白大雨这边就是塞穿送风灌口，又不好的就不上船了。对，幸好到了。和小姐讲话很高兴的叫，对啊，当然跟小姐讲话比较开心啊。等一下他就会信宏就会撞航麦了，我觉得信宏大概九点会撞航麦，我猜啦，我猜他大概在十点钟会撞航麦。来，快点讲话，多少钱要买？他们的营业时间跟地点。知道有，知道有会，知道有。那就会多久先找啊？那个。那个想想你有没有脸书？他们脸书有社团哦，他们脸书有社团，打中山海王子，脸书打中山海王子，脸书打中山海王子就有他们社团，社团里面有所有你要的资，你想要问的问题里面都有。我小姐玩过啊，小姐上台你血压够飙高。好的，欢迎啊。最近的营业时营业地点好像会换，所有的营业时间地点最新的资讯都会在社团公布。你不是挂？对呀，那是金龙妹啊，黄一博啊，金龙妹，三百六，加掉了，二二五啦，二二五你多，250。要不要？这边要？没有啊，我。没
买走了。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伊不是啊，伊唔是，伊讲唔对，伊是无个。其实我比较担心，就是他爸爸没有固定啊，会忘记带血压药，会忘记带血压药。我现在在想，怎么会让他，怎么让他不会忘记？哎，如一个下来，你等于煮汤了啊，200块有无？你细只肉啊，有你大只粗丝的，啊不好啊，哎，200。哎，200来，找你要块，哎，200最后一个是。你想找？你想找？大中小，有无？这尾陈永泽，这尾永吹，这尾煮汤，哎，小光，乖啊，无你讲要买个一百，哎来。哎。哪个东西？哪里？地震啊！喝酒放不起。什么话题啊？对。哎，他也不带皮包，你知道吗？他也不带皮包的。阿婆走走，阿婆底下，阿婆唔得走一走啊！哎，到底我嘅，到时候要吃嘛，两百呀。哦，你大只呀！你等下哦，用汤汤嘅，三三嘅，差三倍好食先来。啊，食一件我好，这两倍公开不用开了，就这两倍才300嘞，两倍三倍，两倍三倍啊，两四只，两四只。哎，张光明你好。啊，对啊，我咧卖贵啦，来要送分的来，哎，上四只，上四只来大只，先我来啦，我来。姐，卖五百来五百，卖过来，卖过来啦。无买五百，现在500块，有人卖500，斤两三小就死人。无啊无啊。哎呀，我咧要招死的人去，你就干一直去个，要怎啦？哎，几百块，几百块，几百块来，放袂落来咧话，大只的。500，500块，500块，5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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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所以他们要自己想办法。来找他五百来。我不可能帮他带。来，五百。不可能放我身上。来，因为我没有每一场拍他。身材也的，喂，你这里的，这里的。主要不是放什么药盒子，你放在药盒子里，他也忘记带药盒子啊。他会忘记带。需要有一个人帮他带。两包两百够不够？带两包，带两包算你一百呀，好不好？好了哦，哎。我现在买300块无啊啦，300。好不好，老板，300块六了，300。那又不像我，出门一定会背背包。细胞三百块嘛。所以东西只要放背包里面就不会忘记。哎呀，接不来了，赶紧。哎，四姐，300谁啊？老板，两百谁啊？哎，二万你有没有要？要好来。还有桂鱼啊，鲫鱼、桂鱼啊，桂鱼、桂鱼啊。安琪，你要什么？你的鹅已经拿给你了，鹅有帮你拿，有帮你包。鹅有帮你包。每个人帮他带齐。把药分给每个客人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娇姐来。把药分给每个客人。500块来。然后来的时候就跟客人问说：“你有没有我的血压药？”啊，有人来啊，有人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谢谢来。来，可以来。真空包装啊，一买1000好不好？1000块，这真空包装啊，要产品啊。哦，这么好，不要，不管不要，智力的呢，智力的呢，没点台湾了，台湾不怪不怪，台湾不怪鱼啊。啊，切的卖完了。哦，你要切的啊，没有了，只有真空包装的，这
哦，哎呦，你即摆去好好消息，你来看智利鲑鱼哦，这毋是银鲑哦，智利鲑鱼一块哦，干恁一块上盖无好不好消息，一块上盖要开恁250啊，来一人买两块，咱开500，啥物啊？还买1000块来，一人三块，一人三块来，1000块来，1000啥物？1000块，4个客人没有的来，1000没有来，真是辛苦哎呀！哎，来来来来，跟店一块过来，来1000块，1000块，贵呀，1000块有人来的。你正讲包装啊，回去啊，冰冻，冰冻冻这加哦，加冰半年不要紧啊。无人爱1000块，1000块，无人爱四人加拢无啊，可以拢无啊，只剩4个客人啊。我爸，我爸，看我这，我爸，来，来，我要两百块，来，500块来，给你两百，医生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500来，500来，来，我爸，500块，我先来两个小姐，500块哈，然后。他很多想法，其实都很成熟。他很多想法都很成熟。跟他聊，他的想法大概都接近30几岁的大人。哦，好不好？他接近30几岁大人的。这我们请客是跟沙发，跟人家青菜金瓜当麦我买。30几岁，你像30岁的小孩，就捡给叫我上叫我下下，存钱买东西吗？300块，不然买个虾仁，虾仁买。应该不会吧？给你买，困你啊你啊，沙发。黄姨无啊啦，黄姨。对，他自己也很努力。我无要食物件。
都没有吃东西，然后吃完要瘦了哦，要回家了哦，不要吃下了，靠边。红色包包200块没有拿给店家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的想法是说，一分钟会遇到二 L 的大运，大运的时候赚钱容易，一袋两五十，你买五袋，一袋多少钱？这两年过来，过来下来300块，来后边来。可乐果可以啊，你要留什么？来加水哦，来300来300来。所以在你们日本的时候要把它算数很重要。来三袋啊，三袋来，第三袋又来了，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来赶快接这袋够上来，耶，300块，你要白带鱼的，白带鱼够人还无？白带鱼，都困起来，够人还来。哎，可乐果要几分？哎。鲑鱼，鲑鱼，10片啊，鲑鱼卖完了，4来6来，鲑鱼卖完了，10片啊，1包600了，来了，24来6来8来，伊要留一份呀，哎，我来留一份了，哎呀，面对无人来啦哦，你无鲑鱼啊对吧？鲑鱼来，无啊吼，来，安尼嘞，安尼嘞，够你们食啥？食面对鱼，够食飞机啊无？飞机有人来无啦？飞机啊！你回去等于大一斤炒，你要炒三块炒芹菜就好食。你若要食，我回去即马足贵个，回去一斤5到3厘啊。上细只3厘，大只死下我啦。哦，我食回去先，我少食起来。安尼啦，只我送只我请来个见啦。只若无斤大只，我得另外。少食起免500，免400，有咪？好啦，300先，300块。我要食回去个无，300块。花枝300块。来，再给我送只我请来个见啦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300了啦，老板，300块来，300块啦。来哎，回去个现在300块，个现在300，有无？300也没有。你这是来钱买鱼，还是来看帅哥的？看帅哥的啦。看你来了。要合照啦。个300先来，300块也没有，300也没有，三八，你这有买无？哎呀，无人买啊！哎呀，这单啊，这单要卖1000啊，你500无在花啦。你花得太一买来45啊，你是干？45？你若无要花花1000，是干卖啦？来。你红车当啦，我红车当坐了水当当啦，赶紧来，来，红车当啊，你过样啊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吃红车当无效啊，哎，无人讲我还袂过样啊，吃了过好啊，哎，要过了，我讲，哎，这杯过来，过了要过了，哎，讲这杯叫红车当，这杯不是叫红瓜哦，你坐药啊？哦，这只我开电啦，无四啊五天我开电话啦，这只我你开4啊5，这三杯开偌济？偌济？九百。我想要我医生，我有知道啊，哎，哦，因为我有其他的家人，我只用我的方式，你搞未来，找未来，弄我来，先来啦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三百，三百一啊，进餐和管理都一份，两百了，够了。进餐有分大只跟小只的，大只的给你两百，再过来200块，一份500，黄鱼不知道还有没有，我等下问一下。200块，两百。
可乐谷我有看到啦，金章跟黄宇，但是黄宇好像没了，黄宇好像没了。这盘拢来两百，我吃。我要吃肉起来啊！电脑手啦，电脑台无嘛？你电脑台，较过来。两百，这个门改两百块，这盘拢来两百，两百。好，你十点过来拿哈。你要不要啦？大一点的来。对啊，黄鱼没了，只剩下鱿鱼花还有吗？好像没有。鱿鱼花没了吧，豆豆？没有，鱿鱼花没了。昂沙，等一下上岸时候，我再帮你留。